我以我家为傲，七月一号加拿大日。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观众听众好，我是 Ron Lin 林敬浩，约克区教育局的主席和教育委员。在加拿大日里面特别去到用少少时间去大家去到祝福大家，希望大家每一个家庭在这个加拿大日里面，我们身为国民都可以享受加拿大给我们带来这个的自由，给我带来这个的好一个多元文化。我们身为华人在这个社区里面，过往对于加拿大都是非常有好多唔同嘅贡献，特别喺教育上面，我特别喺呢度去到祝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喺呢一个嘅加拿大国庆嘅日子里面咧，去享受你哋同你哋嘅家人嗰个相聚，可以同多啲朋友啊一齐去到享用即系加拿大多年嚟带俾我哋嘅唔同嘅祝福。喺呢度咧，我都自己想特别去到祝福每一个嘅家庭，祝福你哋有一个美满愉快嘅一个嘅长周末之余，亦都可以去到享用同唔同嘅朋友亲戚一啲嘅友谊，以至到咧我哋可以彰显到我哋呢个加拿大多元文化呢个咁精彩嘅一个嘅国家呢个嘅地图。多谢晒你哋，祝福大家每一个，多谢晒。我爱我家，我爱加拿大，加拿大中文电台。